老虎震惊红潮，勇夺国家冠军杯。继去年大战之后，红潮再次和老虎于国家冠军总决赛碰头。主播 Lee Corso 押宝红潮。红潮开赛不久就让 Deshaun Watson 差点断头，来个下马威。他们靠着推土机 Bo Scarbrough 25码达阵，首先得分。接着 Tony Brown 又给予 Mike Williams 重重一击。Bo Scarbrough 不久后再度达阵得分，不过 Deshaun Watson 也在中场结束前还以颜色。红衫军整场比赛都派了重兵防守 Watson， Ryan Anderson 和 Reuben 更是冲着他来。但 Watson 和老虎的接球守门锐不可当 ，Hunter Renfrow 和 Mike Williams 接到了几次关键球，让老虎队取得28-24的领先。Jalen Hurts 之后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达阵，让红潮以31-28重新取得领先。老虎们背水一战 ，Watson 一次漂亮的传球给位于达阵区的 Renfrow， 得到了制胜分，终结比赛。红潮终于从冠军的宝座上退位了，让我们迎接新的国家冠军——克莱门森老虎。